接打门，非叫球门球进了。刚说完这个炮弹一样的世界波的进球，漂亮漂亮！世界波34分钟，鲍克进的球破门，打进点这个球他真是。射门球进了，完全依靠这两个人的反击。
霍尔克，霍尔克在对方逼上来最后一瞬间给奥斯卡，这个传球的时机也选择的非常好，一点没有贪功。这个反击，霍尔克，哇，瞄后脚再进一球。都想象不到，上半场两次在搏，哇、哦，高级啊，高级球啊！我天哪，又是压哨，他今天玩过一次这个，你看见没有？啊，压哨压哨，这个球压哨十分角原地，再做配合，想做正向，有倒地，大概没有。